曾志祺分享坎坷情路，荒谬交往模式恶性循环。就要跟我同岁或是比我小的，然后我就要等他当兵，当完兵之后就要开始找工作，然后找工作又跟我说需要台电脑，那我就去打工啊，去咖啡厅上班。你怎么敢？你买电脑？分手了之后呢，我就交了一个比我小的，然后他又去当兵。这样瞎不瞎？请举牌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